大家好，我是 Baby， 欢迎来到 Baby 寻常 Lab 区。猜猜这次我要去哪里呢？出发总要有个方向。今天我们往台北市走。城市的生活步调往往让人感到紧凑，尤其是在高楼林立的台北市里。穿越热闹的信义计划区，来到基隆河畔，享受悠闲的午后时光。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，欢迎动动手指订阅我。如果有推荐的车博景点，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你们的观看及留言是我分享车博影片的最大动力哦。这里是台北市的迎风公园，它在大江河滨公园的旁边，停车费1小时20元，当日最高收费上限是100元。
突然下了一场狂风暴雨。